我想请我们的肖副署长。请肖副署长。康委员你好。肖副署长你好。你知影我要用台语跟你讲，所以你尽量台语跟我回，非常感谢你，肖副署长。咱有一个自杀预防专线，有无？对对，有吼。有。有一个人，伊要牙笑你啊，吼、哦，迄支刀要家己要自杀，伊拍电话去咱的自杀防救专线，搭拍去。你认为要安怎解讲？哦，这我真专业呢，这哎。无啦，你认为你是义工？你今仔你是义工？自杀防救专线迄、那个义工，你认为你安怎解讲？义工嘛爱训练，才会使去接迄个电话。啊，唔知什么人会样讲无？唔知谁还要讲？会样讲无？会样回答不起来无？来，今仔是可能较困难。今仔拢无人会样回答。好啦，无人会样回答无要紧，我请教你。你要自杀，歹势哦！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我看要先罚钱哦。罚钱了，你该自杀咯，有理无？这跟迄个条例敢有关系？啊！你举刀啊，要自杀，你举刀啊，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还敢无违反？有无？我想有没有违反？我想，警政我们有没有啦？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问我比较困难了。啊，有没有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？那个副署长，警政署副署长，陈启宏副署长。呀的。哦，今天一个要压笑你的哦，又压笑你的哦。迄支是不是管制毒品？是干位，我想这个要看这个情节认定的哈。哦，好。非法持有这个枪械。他这个非法持有啊，我压笑你要被自杀啦、啊，对不？有没有违反？有没有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？有没有？哇，这个法律上一旦可以再演绎一下吧。哇，你就吃亏啊！那我们的整个的立法都拢乌白讲的啊嘞，在恁认定啊，恁法院安怎认定，恁安怎认定啊嘞？你认为有理也无理了？歹势，你要自杀，你别惹笑你的啊！你惹笑你的违反当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所以先罚钱，啊先抓去关，关了你该自杀，安尼好不？我想生命是宝贵的啦，不好要轻生啊，应该说这样讲。好。我有一个八成伊跟我讲了，伊讲吼委员，我要自杀了，啊我嘛不要早死了，我要慢性自杀了，我要食薰了，会用的无？哈，嘿呀、啊，我都要自杀了，还变成问我，是啊，我袂晓应了。啊，你要自杀，你要慢性自杀。啊，我拍电话去自杀防治协会，我、我要自杀啦，我要结婚自杀啦，爱该罚钱无？先罚钱，钱罚完，你该自杀咯。有理也无理，够真奇怪吼。好啦，你若袂晓应啦，我反正我定从问到我袂晓应的啦，我去。咱用比较法、比较法、比较的啦，到底毒品啊、甲食薰吼，对一种的较严重，毒品较严重，还是食薰较严重？咱的国家吼莫名其妙，执政所有的法令定定，应该是要全面性的考量。咱定到即马真奇怪咧，即马吼食药啊吼。假如啊，即摆抓到哇，来去看守所，咱大家就帮忙他落界，摕咱百姓纳税钱，大家来解解，甚至于啊，阁有真侪政府，即摆关系政府阁有足侪哦，要摕钱，要帮忙伊，要辅导伊，进来来解毒，有啦吼，有啦吼，甚至于咱卫生署阁真牛，哇，你即摆吼，但如果乱用针筒、共用针筒哦，会得艾滋病。咱规矩吼，你公园啊，你火车头设一个贩卖针筒机，互你大家用去遐录。哎呀，大家用去遐每时拢用去摕着迄个针筒。哎呦，啊我一直听，一直想咧，唔对咧。毒品的人，开咱正人的纳税钱去家饲，佮摕咱的钱去家辅导。啊，食薰的人，都无遐严重，甚物你爱先罚钱？啊，都感觉真奇怪了。
即马我看惯咧，说食毒品咧，说比食薰咧罪较轻，更加受到保障。我今日要讲的这点，上重要就要讲给恁知。副书长，你请坐。上重要就要讲给恁知呀。咱既然拢是你共疏导、共辅导、共劝导，自杀的你嘛用劝导的，食毒的你嘛该劝导的，啊，食火的就一定要罚钱，真奇怪啦。好，啊，你免讲啦。我若问你，你也无再来讲啦。无。好，你有再来讲，然后我即马要请教你来。你即马的立场是啥物？你即马行政院卫生署的立场对着这次的版本，因为你无版本嘛。你的立场到底支持对一个版本？你甲我讲。我们是要有自己的版本啦。好。啊、但是现在你们都没有你们自己的版本，你到底是自己的版本？我们现在还在收集资料，还在做规划。那我要讲的，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应该像这样的案，要等到你行政的版本出来，你的立场是什么？非常清楚，把所有委员报告，大家共同赞成还是反对来表达意见。我们希望这样子。你如果今天这个会，这个法案，那如果来修正通过了后，后摆行政院卫生署做好讲话啊，百姓那点骂，百姓那只要骂起来，伊讲啊，迄个立法院，遐立法委员通过，啊，百姓那你学了讲，哎呦，迄我行政院吼，迄我卫生署的功劳，啊，你阮立法院是你算啥？阮的立场是啥？阮真衰了。我们希望还是有，我们会尽快的提出我们的版本。所以我在讲嘛，你们应该要非常清楚的表达你行政院卫生署的立场。我就留一下，我是希望两下子做清楚，让这所有立法院清清楚楚了解，再来新这个法案，安尼唔才有理。但无，我即马立法院变代罪羔羊了，代罪羔羊。我看到这个版本了，我哪想过哪好笑。现在卫生署吼，规矩就做行政院就好啊。副署长啊，你唔通笑咧，迄内底有一条啊，人写得足清楚的了。主办单位是卫生署了，执行单位啊，到时是你警察局了，警察局还阁受卫生署的监督了，你变成细汉的了。全世界都有这款的，啊，组织法唔着拢爱改，啊，规矩即马组织法拢改改的就好啊。啊，无说个就很奇怪啊，莫名其妙，对不？你有感觉很奇怪无？那是不是你的意思？地方单位由行政署来处理，然后行政署外行政署要接受你们的监督，这是不是你的注意？跟刚康委报告，我们跟警政署是合作啦，我们一直就是有警政署在帮忙我们啊，特别也对一些刚刚提到比较这个特殊的场所、八大行业这些呢，都是跟他们一起。所以我就看到啊，还要接受主办单位的管理监督，哇，这马林雪这不得相信啊，这样讲啊，后摆归去吼，你卫生署人看到警政署你会讲细汉嘞，细汉嘞。系啊，后摆你来管够大了，无啦，创啥拢爱用卫生的标准，拢爱要求每一个地方单位，啊，佮接受到你来管理佮监督了，哇，惊死人！你来管哪大？所以我今日我一直要甲你讲，要甲你强调就是讲，第一，这款的物件，为什么进前一寡食薰的人，伊拢无反应？因为他的忍耐还可以，伊佫有阿苏米。实际上，咱即马拢出去外口看，你拢会看啊足清楚的。爱食薰的人，会食薰的人，伊拢会考虑到别人。所以，为什么大家拢走出去外口食？为什么大家要走出去外口食？因拢会考虑到别人，讲啊，我尽量拢不爱妨害你，妨害你，家己买歹势了。有很多乌托邦那一种理想跟现实是不一样的，无同款的。经过台北市。是不是希望讲台北火车头遐游民，哇！我给你起一间白庄，你大家拢去遐住。我给你一个安阳中心，你拢去遐住。有人要去无？无人要去啊！伊讲我的习惯安尼啊，我也无去影响别人啊。啊，变安怎？同款，每一个都有每一个族群
伊爱食薰呢，伊只要若无妨害别人，伊大家拢已经有自知自觉啊，免阁就离落去。你该离落去，伊会反弹。等到他反弹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归本回了了啊！大家就顶来，对我们政府的执政，那是无好的。真真正正爱考虑爱三思啊！我嘛你讲啊，咱为着惊遐囡仔，什么惊遐囡仔会去食薰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提高这一个价格。我十来岁我就食薰啊，我两岁有啥食薰？我好恨，我好奇啊，真好奇。甲阮遐个同学，大家用 play 啊，哎呀，都无钱通买嘛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大家用 play， 哎，一人食一嘴，一人食一嘴。好奇啊！你若讲因为讲啊，我着提关介绍，因都袂食薰，那是神经病的说法。为什么？我如果减二十块、三十块，我嘛要来叫徐师伯讲，哎呀，阿伯阿伯，哎，咱两个吼、哦，做伙买一包，咱分分嘞，哎无，买下嘛，伊赶快伊就是好奇嘛，所以在你教育嘛，你教育爱甲因讲，清楚甲因讲。哎呀，食薰是安怎安怎安怎，要听唔听在你。国家要尽到责任嘛，我就甲你善，哎、欸，我就善家甲你劝导，已经有教育互你知影，对不？嘿，你别个讲哦，啊你安尼都唔对，啊你安尼都唔对，咱做咱的本分，过来伊要安怎做，迄伊的代志，各人作业各人担，安尼够有理啦。歹势啊，拢我伫讲。因为我之前你在一委员会，我问你，你嘛拢点点，你也无啥敢应啦。无啦，顶面唔是啦，顶面你讲什么叫我做扮演你的角色？啊，我当我叫你扮演我的角色，被谁问我，我就应不出来，我就叫你来扮演我的角色。是啦，你来搞应看麦嘛，啊，你应不出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伫地方，那被谁问我是我满脸蹲倒灰了。来搞问一个，啊，你做啥消委会委员？啊，我。烟害防治法，我们就总归一句话嘛，是为了健康的问题，而且二手这个我们都赞成，二手烟所有的立法员全部都赞成，我们要保护我们国人的健康，合理的呀、啊。对啊，啊影响哈，现实，现实，现实面跟理想是不同，是要循序渐进，慢慢塞进，慢慢塞进，不是一日就一棍拍落，你会反弹呐、啊，是安尼啊，知无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一个教过，对一个希望讲，咱所有的国人，你们身体都不健康，大家嘛不爱，是不是呢？三叔，所以我建议主席，今天呢、啊，的的确确绝对不能通过，也不能讨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立法院、立法委员不能背负这个罪名，要等到行政院的版本出来，大家。